动胜，蓝万玉动胜。民进党新科立委黄捷到宜兰员山乡助选，不停比出二的手势，拉抬党内提名的县议员候选人蓝万益。大家好，我是为高雄来的黄捷，今天来到咱宜兰家，就是咧来搞大家拜托，拜托支持咱李贺，李贺那满意，那满意，拜托大家。站上宣传车卖力助选，面对大批来要求合照的在地乡亲，通通来者不拒，展现黄捷的超高人气。同样是新科立委的陈俊玉也一同回到家乡催票，强调蓝万益当选能加强中央地方合作，争取更多建设。因为他已经准备了16年，是安内掉不？掉啦，就是在这在地生根啦，所以这16年的累积，相信这一次的临危受命，即便是突如其来的挑战，也都一点都不突然，绝对是做好准备的，随时准备可以上场。啊，让他来接任议员，相信未来啊，他在地方进入在中央，哦啊，咱的黄捷委员嘛在中央，都会当帮衬到咱宜山乡，甚至咱宜兰县真济只的建设要推动。拜托，一礼拜啊，一礼拜啊，咱4月13要投票啊。内高人气大咖频频出动浮选，期盼催高投票率，保住宜兰县议会的关键一席。民视新闻黄富义宜兰报道。